那我们搭乘 iRide 747航班的旅客，我们可以入场喽，这边请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前往澳洲环岛了。那首先，请帮我看到旁边的这一个世界地图。这个世界地图上面呢，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光点。那这些光点啊，代表的是我们 iRide 飞行剧院在世界各地的据点哦。可以看到我们北至、冰岛、南至澳洲都有我们的分布。哪一个国家有分布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哪一个国家的影片哦。 譬如说，各位今天看的是飞越澳洲，那因为我们澳洲呢就有一个据点在我们的黄金海岸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到前方的拍照区跟我们的无尾熊一起进行互动拍照了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富裕园区的站点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转机前往澳洲了。